走啊，你知不知道？那韩先生停下汉巴，你就这样子了啊、哦。我等一下还有下一场，现在我短讲一点点小话，讲完我就把场子棒子交给韩国瑜啊。哦，还有，哎呦，还有个帅哥，帅哥来了，帅哥来了，欢迎胡歌。今天碰到国瑜，其实我们还蛮开心的，因为他跟中和有很深的渊源。伊本来是在地一个做过中和市的副市长，他这个人对这块土地有感情，更重要，伊重情重义。他对他当年的市长以及现在的邱鸿良，他有一份的情谊。这人爱有情，够有义，才是好斗阵的好兄弟。我嘛常咧讲，我的名吼，阮爸母啊，真好好，甲合作好友谊，好友谊。做朋友爱搞感情，好就是好日子，嘛是搞。所以我可以讲起来是，大家拢是讲情讲义，好兄弟。所以有时候做事情，我们都是要团结面对。大家好好的爱我们国家，爱我们人民，呵呵这代志。所以为我们有情有义，喊我这个好友谊，有友谊搞友谊，大家空情公义来相听，咱这土地更好，大家好唔好？所以我把棒子交给我们的爱国语，好啊，甲大家，甲咱枪友加油，为国票作战，谢谢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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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已经回到中和，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受战旗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我们这个先受战旗哈，来，在我这边，在我这边，好，哦吼，战旗来了。朋友都蹲下好不好？因为后面已经在唱了哈。好，谢谢哈。然后也让媒体可以拍哈，谢谢。谢谢我最亲爱的，我中和市所有的乡亲父老兄弟姐妹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家好。好。回到中和，人家说近乡情怯，我却是近乡情热，充满了感情，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感念。今天到丰饶竞选总部。可以说非常多的好朋友都来为丰饶加油打气，连我们老县长周锡玮县长也到现场，大家帮他掌声鼓励好吗？加油！还有我们后面好多里长，请大家全力支持，让我们加油，好不好？还有所有的各社团，还有我们金门同乡理事长也都亲自到了，好多好多好朋友都来为丰饶加油打气。中和是我的故乡，这个土地
孕育了我，也让我能够成长茁壮，在其他的行业里面来打拼。我就住在中和连城路底的寿德新村，16平的房子，家里面8个人。然后小时候在中和的印象，妈妈就要去披圣诞灯，还有塑胶花，做了一整天，把圣诞灯做完，把塑胶花做完，妈妈给5毛钱，吃一根冰棒。这个冰棒啊，真的美味的不得了。现在有的时候吃到黑根大师或杜老爷，但始终怀念那个5毛钱冰棒的感觉。我们就是这样的成长。中和乡在40多年前5-6万的人口，今天我们中和20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着42万人。各位亲爱的中和乡亲，全球地球上人口密度的国家叫斯里兰卡，它每平方公里900人，但是我们中和每1平方公里承载的人口将近2万人。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中和，快速的40年时间，人口暴涨到42万，来自东南西北，来自海内海外，都以中和为自己安家乐业打拼的住宅，然后呢，在这里认真工作，培养下一代。每一年4月13号开始，大家看到我们中和办的泼水节。为什么南势角泼水节每一年4月13号会轰动？不是缅甸的吗？因为我们缅侨很多，我们还有印尼华侨、马来西亚华侨，还有很多外配，还有很多云林、嘉义、彰化的乡亲，通通来中和发展。更有一群你平常看不见，但是认真打拼、默默努力的客家乡亲。我为什么要讲客家乡亲？因为我们丰饶有客家血统。30年前，我就发现很多客家的阿公阿嬷没有电梯，在楼上，不懂国语，也不懂闽南语，为什么要来中和？因为儿子媳妇要去上班，他要带孙子。我看到这些孤独的这些客家阿公阿嬷，我觉得心里非常难过。我们就成立了台北县客家同乡会，让他们出来唱山歌、吃美食、教跳舞，欢聚一堂。这些客家乡亲，我特别强调一下，我们丰饶跟他爸爸垂毅都是特别的照顾，所以中和，简言之是东南西北中，中和人口大集中。谢谢，70%的人口都是外来，这就是很多人不了解中和的可爱的地方。我们中和市过去的市长邱垂毅市长将近10年的任期，凡是认识邱垂毅、不认识邱垂毅都不管，一定一杯热茶、一顿热饭，就是完全发挥我们中和包容的精神。中和的精神就是台湾的缩影，欢迎来自海内外所有的人居住在这个土地，人人笑脸迎人，把心胸打开，广纳五湖四海各路的英雄好汉来中和发展。邱垂市长在任内不光是大力的建设，他也特别重视教育的扎根，然后呢，对所有来这里打拼的乡亲一视同仁，充满了关怀，充满了温暖。今天邱家这样子一个优质传统，我们在过去邱丰饶3届议员任内，大家可以看表现的是这么的热情有礼，而且温文儒雅，对所有乡亲交付丰饶的选民服务，丰饶一样跟他家里面交给他的家风一样是热情，不分彼此。大家帮我们丰饶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加油！这是我们善良可爱又温暖的中和精神。我们丰饶在议会3届议员，平常对人待人接物大家都看得到，大概马杰东跨五，他做10分说3分，他就是默默的做，认真的做。可是你不要看他这么温和，
彬彬有礼。他在议会质询我看过几次，一样凶悍无比，完全不输给台北市的王世坚呢。这就是我们要的民意代表。我们知道，最棒的民意代表，对人要圆，对事要方。他对人，他知道他的选票来自每一个乡亲手上这一票，他的权力来源是来自每一个乡亲爱护他投他一票。他用最诚恳的服务态度报答乡亲，所以他没有任何姿态，绝对不会高高在上。他很清楚，也很珍惜。但是在议会，他身上肩负的综合乡亲的期待，他不能妥协，他不能软弱。所以他的质询，各位乡亲可以去看，是非常强悍，据理力争，绝不让步。只要跟综合建设、综合所有的大大小小事务，我们邱凤瑶从来不妥协。这个就是对事要方。各位综合乡亲，这次的选举非常的辛苦，也非常的危急，参选人暴涨，但是我们心中非常的清楚，以邱凤瑶议员过去几任的表现，代表我们综合父老兄弟姐妹站在新北市议会，绝对是一位最优质的议员。选举到了最危险时刻，拜托我们综合乡亲集中手上的选票，全力支持，全力抢救，全力保护登记第三号的邱凤瑶，好不好？好。凤瑶绝对会让大家放心，任何时间来找他，到他服务处，他们家永远一杯热茶，一顿热饭，就是这么亲切可爱。各位亲爱的乡亲，国瑜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拜托大家，一定要全力抢救，全力支持邱凤瑶，让这一位优质的议员代表我们综合很光荣的站在新北市议会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拉着凤瑶的手来喊一下，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欢呼声，我们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凤瑶斗帅，凤瑶斗帅，凤瑶凤瑶凤瑶斗帅斗帅斗帅。再次感谢综合乡亲爱惜邱凤瑶，也支持韩国瑜多年以来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平安幸福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